卤蛋当家。欢迎收看。好，欢迎收看今天卤蛋当家。卤蛋当家。来。来。哇，一开场就掉麦啊！不，那不是麦，掉耳麦。IG 白子。呀，我今天要当个薪水小偷模式。因为听说今天我们的鲁鲁王者他心情不错、啊，所以今天看样子应该是可以个，终于可以卯起他的本事来主持了，所以我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是不是？是不是？开工喽！你的工大小？开工了哟！你整个耳机会不会剪得太久了、啊？哎，不知道为什么会掉呢？没理由，夹得很紧。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是没什么东西，我们还是先看一下。杀时间，垃圾化时间，没错，垃圾化时间你从哪里学来？嗯哼，第一个，我们的《侠盗猎车手》国军 online 版，我们看一下影片。垃圾化时间，你是从 LD 身上学来？하나면서도개춤을멈출수가없어요。我是二。당신의그림자를선택하십시오。韩国的步兵。那出版的比较好笑。취사병아군견병군견병오특이하다이거해봐야지군견병을선택하였습니다군견에게개밥을갖다주십시오개밥이군대까지와가지고개밥이나먹이고있고오오오왜지죠군견의계급은하사입니다군견에게경례를하십시오아무슨개한테경례를하라고뭐어떻게하는데설치된카메라가당신의동작을인식합니다설마또아이개한테씨성공하였습니다개밥이맛이없습니다화극상을일으켰습니다아니개때렸다고무슨화극상이야너또영창쟤또왜맨날나와늘었다군생활영창내군견병안해취사병취사병이편하겠지취사병취사장으로가십시오300인분의밥을하십시오삽은농의밥을사방식행보관이특식을부탁하였습니다커맨드를입력하여특제군대리아를만드십시오미니게임인가빵빵이거패티패티 가공샐러드가공샐러드 이게딸기잼인가딸기잼아니감수봐이거미역미역이거맞아 이거먹어다시다시빵패티가공샐러드딸기잼칙칙소고환소고환아소고환을왜넣었어 행복안의기력이일시적으로증가했습니다우연히좋아하네외박외박증을입수했습니다강나오바나진짜외박세모버튼을누르면다방레지와즐거운시간을보낼수있습니다오다방레지내데리고어딜갈까영창가자아뭐뭐뭐내가뭐잘못했다고입수보행 and 실외탈모영창외박나는데뭐가그렇게엄격해뭐남았더라보병보병을선택하였습니다오늘은훈련날입니다훈련을받으십시오아왜또불안하게오늘이훈련날이래보복전진저죽일놈의모션인식훈련지나아보방보복나해봐새끼넌죽었다이새끼폭풍이몰려옵니다이게임퍼디쳐낸거든요진정한뽑이냐이것도가져가세요뭐이거판초우이감동판초우이를입으십시오이러면서게임을해야되냐지금부터화생방훈련을시작합니다설마 Yes, yes, yes.10초안에방독면을쓰십시오방독면19876543211실패하였습니다
好，谢谢大家。这是之前，这你有看过吗？还有第一集。对。没有哎、欸，我两个都没有看过，所以这还蛮新鲜。你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个影片系列？没有，可是我玩过《侠盗猎车手》，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笑的。他就是之前忘记什么时候，好像前天吧。嗯，刚出的。那上个礼拜五左右的时候，有人开始翻译，那时候贴出这个影片，然后一系列，觉得还蛮好笑的。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找，因为我看那个 YouTube 的上传者，他的频道竟然都是韩文，然后不知道怎么多出了一个中文翻译。哦，所以这是韩国的团体做的，然后有很多个版。这个好像是韩国的成人节目的一个段落。韩国的成人节目是什么成人？他们成人节目可能也不是你想象中那种成人节目，就是比较大人在看，像《南方公园》。哦。对。然后播在电视上的，在电视上应该是深夜的成人节目。我看起来很像是那种素人，就是那种像台湾的素人团队做的，结果他们是制作群哦。哦，好像是就是电视节目，好像啦，因为我没有去深入研究，只是听这样看下来，所以实际上怎么样呢？可能有些观众知道。总言之，如果你喜欢这个的话呢，我们廖哥等一下会找出来再看一次，会吗？看，我发现我根本没在带，会吗？好，不理我，因为我觉得他的第一个比较好笑。第一个、喔、也是一样，也是小就是国军的，他的第一个的啊，这个是二，他还有出什么日治时代的，还有出一个什么版本我忘记，反正都还蛮好笑哦，有出一个那个城市版的，然后首尔吧，对，就觉得都还蛮好笑的。拿那个在干嘛？敷你的大腿吗？对啊，暖暖包。对。OK。里面的气温有点低。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对哦，今天特别冷、欸，你有注意到这两天吗？就是在下雨啊，下雨，然后又冷又湿。你昨天就在台北吗？我最近都在台北，台北天气这很容易这样子。所以你这几天都在台北？怎么了吗？那你有感受到超级温差大吗？有哎、欸，大概今天礼拜二嘛，礼拜六日的时候还蛮热的。对，然后突然礼拜一又就大暴雨，大暴雨就算，其实我觉得气温还可以接受。今天早上开始突然冷的要死。我刚出去外面超冷、啊。外面是风大。超大，世界大，有住在台北的观众朋友吗？你们有觉得很冷吗？关我事。你看下一个，女子半夜狂喊我不要，是不是？邻居暴气贴纸条，我也不要，是不是？你我知道你不要，我也不要。下面写什么？亲爱的某位女邻居，我们同在一栋楼里生活，但请您别在半夜里大喊我不要，我不要，这是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呐、啊。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两分钟，但您撕心裂肺的哭喊的呐喊的，让您自己的身心愉悦或释放。但你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休息。如果你家中没有任何的问题，请联系保安或者是警察，别打扰邻居们的正常休息。谢谢配合，一位邻居善意的提醒。跟帖，你喊吧，你喊吧，就算你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哈，什么烂人？我不要。总而言之呢，就是一个可能大楼或者是怎样的。他到底是什么情况之下会喊我？他说撕心裂肺，应该也不是你想象中那一种的。我不要。我并没有想象什么，我在问你啊。他所以那是到底是怎样的？可能做噩梦，梦到被狗咬之类的，或者是被什么东西追。每天晚上好辛苦哦。对，就是辛苦他了。可能就是有些什么阴影吧，最近。建议你还是吃个安眠药吧。啊，就可能就是吃安眠药，做梦的时候梦到。啊。然后上面写的是什么？什么？哦，在上海的公寓里面啦。是上海的、啊。是的、啊，所以因为邻居忍无可忍，然后这种事情又不好开口。我们强国人越来越厉害了。所以你上次之前在你家附近遇到那个太牢，那边大半夜那边讲电话，啪啪啪啪啪啪啪。可是那是太牢，又不是我不要。那个，所以你应该也要贴一个那个，有些 Google 的什么？就泰文，然后上面闭嘴的泰文贴在外面。然后贴在那个。又不是我家。哎，这让我想到 Google 的翻译有个笑话，就有一件事情，就是人家去接机的时候，不是会放个哪个牌子吗？然后上面写说，哦，我要找谁找谁，例如卤蛋，我在这儿，卤蛋的班机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一天他那个阿姨要他的侄女回国，所以他就很开心的归国子女，他就上去 Google， 然后查了特别查他的国家的，就是欢迎回家的那个异国的文字，然后。
做成超大的牌子，然后带到飞机场，然后准备要迎接他的侄女。就他侄女走出来的时候，看到他阿姨很开心，欢迎回来，欢迎回来。结果板子上面写着“查无此资”啊。好，蛮好笑的，还蛮丢脸的。不会，这个大概有个85分，还不错。所以你可以去尝试去查那个泰文，就是闭嘴的那个泰文。他不是左右两边会对照啊？怎么会有查无此资？没理。这比较旧的，还没有 Google 翻译。太烂，有没有？就是那种比较旧的那种翻译。翻译机。对。这让我想到，就是在上个礼拜吧，对，大概上个礼拜五还是礼拜，对，就是上个礼拜五，不是前几天的礼拜，是上那一个，就是我们麦卡贝见面会的前一天，那礼拜五的凌晨，就是去麦卡贝见面会的台北场的前7个小时左右，大概4点吧，因为我觉得那一天因为要去那个见面会嘛，然后就早点睡，没有就3点就去睡啦，然后躺着因为平常不会这么早睡，3点呢，对，3点太早了，没办法，对，太阳还没出来，觉得太早，然后躺着躺到4点，然后手机哦有睡意了，突然听到奇怪的吟叫声，从外面传进来的，外面吗？就是我就是那个同一个地方，因为那边是一个巷。然后我就在想说，这个是猫叫村呢，还是什么东西？你知道猫叫村是那种方式，你听过吗？没有没有，猫叫村是像婴儿的哭声。就你有听过婴儿的哭声吗？反正就很吵很凄厉。突然想不起来，那个猫叫声，发春的啊，不是这样子、啊啊。你就听一下啊，猫叫村了啊，继续睡。然后可是那时候一听就不像猫叫村，就很像奇怪的呻吟声，女人的对。然后好像掺杂着一点就是国语，然后就哎呦，哎呦，今天不吵架，今天打炮了，然后把条录起来，不太道德，不太对，对，然后就放回去继续睡，他妈叫了大概10分钟有吧，太久了吧，真的，我就这么会叫啊，然后渐渐的我就是也没声音了，就睡去，你就这样伴随着那个声音，然后进入了你的，没有，因为他应该不算伴随，他就渐渐就没声音，这你还可以睡得着，也是蛮强的。他说：“搞不好是凶杀，也蛮恐怖的啊！啊，被杀了、啊，是不是？我那边越来越恐怖。我那边在搬进去的时候就好好的，房东也看起来好好的，也安安静静。妈，最近过了一年之后，一堆事情冒出来。对啊，有太老爱吵架，有吟叫声，有疑似吸毒的味道，然后疑似凶杀，看好想搬哦。我就而且看了一看之后，就发现很多位置不错，然后房间看起来不错，也合需求。可是那边一个月的。”月租费就很贵啊，就一个月的月租就是我现在那边的好几倍，我可以住2个月，对啊，差很多。换算下来，我在那边住一年，我可以现在这个地方住2年，所以我就一直搬不了，太贵了。因为台北的地价本来就很贵啊，嗨，尤其是交通便利的地方，主要是住去很麻烦的，就是所以我那个地方意外的不错，它该有的全部都有，又便宜，就是吵，就是有凶杀案。真希望每天晚上都来一点点。哪是凶杀案啊，不是啊，字幕哥说的啊。凶杀案。你可以贴贴那个刚刚那个警告标语。你不想杀，我也不想杀，请不要再发什么之类的。好啦，太恶心了。总而言之呢，这个最近温差大，希望各位注意一点。我也认识的朋友，就是实况认识，他帮我画一些图。那个低能儿竟然感冒了。不想多谈。总而言之呢，如果各位知道是谁的话呢，妈就是一个低能儿。我们看下一个5个超实用的生活小知识，解决狂打嗝打喷嚏。各位大喷嚏的时候，要大家讲关心话，家己卖好啦。OK， 家己卖好啦，你甲大家教过的生活小知识哦。是吗？只要你学会这5个小知识，你就是生活小博士。家己卖好啦。今天马上介绍第一个小知识，噔噔，草莓季噶，今麦弄草莓有无？好好吃哦。啊，这好吃归好吃哦，我当时啊，克胸无啊，都生生的无好吃呢。那怎么办？哎，这时候你加个简单步骤，把草莓酱压一压，把它舔的这个草莓汁挤到酸的那个部分，哎。整颗都甜的呢！哇，你这是生活小博士。第二个小知识哦，那点灰哥就好吃，有没有？好。啊，我们当时一灰哥就好吃，啊，接到辛苦那么惨，啊，衣服也好臭，外套也好臭。那怎么办？这时候你加个简单的小步骤，你就洗澡的时候把那个衣服吊在浴室里面，香喷喷的蒸汽就会让你衣服的异味完全消除哦。哇，你这是
是生活小博士。第三个小知识，这个感冒药常吃的。哦，我当家在药丸那个胶囊被这回吞就拍吞了，好难吞哦，那么累。哎，这时候你只要把它们分开来吃，胶囊吃的时候要记得低头，那个胶囊就会浮在水面上，咕噜，你就吞进去啦，轻松协议。哇，你这是生活小博士。第四个小知识，哎，常打喷嚏吧，啊，这样哈欠哦，好难过，一直打哈欠哦，尤其公共场合，要那哈欠哦，好不好意思哦。那怎么办？没问题，只要个简单的小步骤，你想打喷嚏时候，快，让你的舌头盯着人中，哎，瞬间马上不会想打啦。哇，你这是生活小博士。第五个小知识，有时候打嗝又很难过，喝水没用，有时候又没水喝，那怎么办？哎，这时候这个简单的小步骤，打嗝的时候，你快吸一口气，吞进去。闭气五秒，五、四、三、二、一，哎，马上不会想打嗝了。哇，你这是生活小博士。好，这时候就要问啦，要跟我们的草莓呢，我们不是应该要来实践一下吗？是不是？应该也没办法分出一个很酸的草莓，然后每一个先拿起来，这个是酸的，这个也很酸，然后放一整排他吃过在这边数。那你播的影片，我们没有办法实践啊，有哪个是可以实践？是不是？来试验一下。我们现在没有人想要打嗝，我们现在也没有吃完火锅专吃，所以草莓是最简单的嘛。我们也没有要吃药，你要吃药啊？不要、啊。对啊。所以他那个药的好像有点。有点我不太清楚他的意思，他是说把胶囊丢到水上，他就是说先把胶囊丢到水面，然后再连水，然后直接吞下去，因为他就直接他在最上面嘛，就你在喝的时候，他就直接在最底端直接吞下去，然后之后再想办法吞咬文。我是觉得不如就想办法学起来，怎么一次把它吞下去，是苦了点，妈至少还是要吞下去，算了吧。一堆人来问，这真的还是假的啊？我不知道，你可以试试看啊，因为。打嗝那个好像感觉草莓那个比较好试啦。对啊，草莓的是不是。只是这个季节已经没有了，只能靠进口的、啊。真的吗？对啊，这个季节已经过了，现在已经三月，快四月了。可是还算是冷吧？因为你这两天冷，才会觉得应该是冷了。哦。对啊，有可能其他地方都已经现在都是进口的，是、哦。所以可以用这个试试看。然后蒸汽的话，蒸汽，我的浴室是没有这么大啦，可能掉在上面，然后一个洗澡，妈整天都湿掉，也不用穿，拿去洗。对啊，而且在台北的话，你挂浴室根本不会干啊。对啊，完全是不会干，而且你可能就是穿起来有点臭就算，你把它放进去，穿出来全部都是湿的，然后上面还会有那个霉菌在那边滋生。你就是穿哦，隔天发就发现长香菇，是不是？你就觉得啊、好臭，然后拿去弄一弄，穿在身上，然后晚上打长 LOL 滴水，拔香菇来吃，还可以吃宵夜，恶心死了，太瞎啦。哇，这么是生活小博士，小什么？生活小博士，小吴，小博士。OK， 这个如果各位想要试试看的话呢，自己想办法。我们这边对，就大家自己去买个草莓，是自己试吧。不提供任何的什么东西，像上次那个什么气泡饮料啊，敲旁边，他妈敲一下，砰，照样喷给你看。而且还。开之前跟我讲说，小心不要碰到器材，很恐怖，很贵。还在这边开，气死！好，看最后一个啊，假的鲑鱼子是不是有没有影片 ？10 gram sahara， 3 gram agara， 125 gram soda。这是什么东西啊？Я беру клубничный сок и 60 gram воды. Кастрюльку насыпаем агар, заливаем водой и оставляем набухать. Когда агар набух, добавляем сок. 我们在放这个什么？红色色素 сахар, 果汁 все перемешать, довести смесь до кипения, поварить 1-2 минуты. 搅拌一到两分钟。Слегка остудить, я переливаю в пластмассовую баночку для соуса. 就是这个。Можно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любую другую посуду, из которой хорошо капать. здесь у меня в банке растительное масло, которое стояло всю ночь в морозильнике. И теперь капаем сюда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й раствор. Агар сразу застывает, и получаются шарики, похожие на икру. 这一般人并不会想要在家里面做这种东西。可是这个只是看起来像鲑鱼子吧？那可能连味道都差不多。味道？就是咸咸酸。所以那个阿格是什么东西？对，那个阿格到底是什么？加嘎。哦，那。月梅汁，阿
格是蔓越莓汁？不是吧？没有蔓越莓汁，他说的那个红，他这个红红的东西应该就蔓越莓汁。他说阿格就是洋菜冻。洋菜冻。哎呦。洋菜冻粉。那种凝固剂哦。不知道阿格到底是啥小孩，因为这种东西的原理其实我大概知道，但是意义并不大。意义不大。不过这种东西，如果你是去那种家乐福还是什么一般那种便宜货的寿司店，应该都是用这种东西做。真的吗？我不知道，也猜的。好，以上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在家也不会做的鲑鱼子。所以它上面说什么要什么味道，还可以自己选哦。就是、哦那可能就是它放进去的果汁味道不一样。哦，所以你可以做个紫色葡萄口味的鲑鱼子。那阿格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什么洋菜冻粉是吧？洋菜冻是？洋菜冻是算是阿豆仔，好像算蛮流行的一种家常菜的化学食物。水晶宝宝。真的有点像水晶宝宝。你会想试试看吗？不会耶，我自己不太喜欢吃鲑鱼子，我觉得它咬起来的口感很恶心。怎么讲？就是咬到嘴巴就是不辣。对啊。对啊，就是那个口感。那你有吃过吗？觉得怪怪的。会啊，就是去那种蒸鲜啊，或者是吃寿司店。那你会吃那种小的那种小鱼软，很小很小颗很多的，那应该是鱼软。你说一般那种大鱼的肚子里面的那种？对啊，那种很小一颗一颗，然后超多的。然后有一些人会拿去炸，变成炸的那一种。不是不是，就是那个叫什么？寿司上面就有虾，那是虾软吗？不是，就是鲑鱼子吗？不是吗？不一样，那个是比较大颗，就是很小颗的。啊、对啦，那个叫明太子。哦。你吃那个吗？好像也不吃哎、欸，是，我好像也不吃一粒一粒。那个并不难吃、啊，可是咬起来就是那个，一颗一颗，对啊，一粒一粒，你对一颗一颗的东西没有办法接受、啊。也还好，因为像之前去绿岛还是澎湖玩的时候，他们有所谓的什么飞鱼香肠，飞鱼软香肠，然后飞鱼软香肠它就是一堆都是飞鱼软，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飞鱼软。哦，我也这么觉得。对对对，然后它就是也是咬起来一粒一粒一粒。我去那个淡水的对面那个码头叫什么忘记了。对面的码，就是他，啊，哦，对对对，啊，渔人码头，巴黎，巴黎，阿里，哎，好，因为实在讲的听不清楚，反正就是对面那个码头，那些就是很多骗观光客的东西。我有一次跟我女朋友去，然后不知道怎么发什么神经，要我们从新庄骑到那边，新庄就是我家，然后就骑过去，然后就算，反正就出去玩一下，然后就有点热，就算到那边之后呢，就是一大条那种。卖东西，就是卖吃的。然后他们好像卖了很多一个什么东西，我忘记他们那边的特产之一。然后那个时候比较好笑的是，刚好雷神很流行哦，巧克力啊，一大堆好几摊大。那边有在卖嘞？没有没有，是那个就一堆人去日本囤货回来哦，然后在那边卖，那这样一那种比较大片的，对，大概在台湾大概35到40左右吧，那卖一片卖100，对，贵。然后那种小片就是你看到现在。在那个 Seven 很多架子上面没人要买的那一种、嗯，一片都是50上下在跳，嗯，我就哇暴发户哎，为什么会在那边卖巧克力啊？因为台湾人啊就夯啊，只是刚好那个时间点在红雷神，然后就跑去摆摊，还很跑去买、哦，而且不少，嗯，对，然后就刚好在那个地方，我就是有那个什么飞软香肠，就买买看，它就是。妈蛮干的，好像六七十块吧，然后它就是一根香肠，大概也就这么大而已。嗯，对，然后它是切成三等份，然后是买那种综合，什么一根香肠，三种香肠各切三等份的3块，那插上去卖我。然后这样算六七十块。我忘记了加的，反正我觉得妈蛮贵，然后就。光区。养肝。啊呸！然后就吃完就很干，再也不去那种烂地方。观光客真的是，可是那边就是要赚那个观光客钱啊，他们搞百年就赚那么一次。奇怪，我去日本的时候也看到很多观光客卖起来也没有这么坑啊。卖台湾人吗？就是卖游客啊，像是一些比较知名的那个寺庙啊，或者是那种地标景点，可能因为没有那么贵啊，民族性的问题。人去的人比较多。那边人也算蛮多的、啊。不要拿一根烂香肠，没有，因为感觉台湾的观光景点都是有个季节性的，就是某一段时间大家才会跑哪里啊？例如新年放完，然后放春假什么的，才会跑去走春之类的，所以才会有人潮。每个地方都是这样，平时都没有人。可是像日本，
那一边随时都满是一堆观光。对啊对啊，我是指的是台湾的观光景点，感觉比较是就是那样一波一波，并不是说真的每天，他们就可能就是一个礼拜就只赚那六日，然后一到五都是空的。所以我一到五去的时候，他那一根香草有没有20块？有啊，有可能。啊，今天没人，算你便宜一点啊。对。有可能啊，真的、啊。难怪我再也不想去那种地方，看那个。所以去玩应该要挑礼拜一或到礼拜五这样。看那个每个那个老板、啊、拿东西老奸巨猾，哎，你要多少啊？烂地方，好啦，这个刚好我们今天才礼拜二而已，希望各位呢可以打消放假出去玩的念头，你直接在家里面就好了，嗯、太快乐。OK， 我们今天是要上班上课啊。关系不管，我们就来玩游戏吧。今天要干嘛？进广告吗？玩游戏吗？我们直接来玩游戏。我们先进游戏画面。哦耶！直接就在这边啊！哦耶！是他妈什么都不搞，直接从这开始。我们今天要玩这款叫《血缘诅咒》，英文怎么念 ？Blood Brony。Blood Brony。不知道是不是念 Brony？ 好的。OK， 我们这个呢，下午一个受不了啊，跑去买了这个数位下载版，只要1368，然后呢，我的手机就叮咚了。OK， 那这个是刚刚廖哥跟大麦克哈、哦、玩的不亦乐乎，他们创出来的角色没有奶的是男的。好，然后这个呢，开场选了这个打手枪，然后右手呢拿的这个是切肉刀。哦，真的好帅哦。哦，它是直的、哦。欸、一手手枪，一手刀，是不是有刀有枪还可以朝变短？变短，然后这一样也是哦，变短是这样子、哦，变斧头哦。原来这个跟斧头是不一样的，好潮哦。啊，这种感可以变横的，好慢。好，大家试一下这个武器。那这款游戏就是在讲述一个被遗忘的都市，然后被诅咒的城市。自古流传的一种叫怪兽瘟疫的奇怪性的疾病，好，也就是说，罹患了怪兽瘟疫的人呢，你就变成怪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要当个猎人，然后去打那一些变成怪兽的人类。而且还是中文版。对，它是中文版的。那有配音吗？没有，它是配英文原音而已。哦。对，好，那这个呢，就前面的教学呢，那些有的没的，我就不用，因为这边其实就是刚开始而已。这地方跳下去就射了，要不要大家来看一下？啊，算了算了，那我们这边现在是要从这个方向走啊，然后玩了一下下，所以我都知道这边怎么玩。这个地方呢，转过去有没有？远远这个地方会有个贱人，远反恐。走。哦，第一只怪物出来。哎，你慢点，慢点，我操！哎呦，其实蛮痛的，只有49。啊啊！我操！哎，亮亮的是他的弱点吗？哪一个亮亮的？他身体上有个 亮的哦，那个是瞄准，就是我锁定在他身上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那个亮亮的。像这边有两个，一个在地上装死，有没有看到？我头上这边地上那一只、啊，一个拿着火把在，一个拿着火把的王者降临，他在干嘛？干！我劝你是妈理我 ！No， 嘟了嘟了，哈哈哈哈哈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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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哦，这个是拿盾的，就是拿盾的废物，那个流浪汉盾。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长刀的距也太远了吧！你他妈最好是站起来哦、喔。好像有点简单的感觉。然后来，很简单，你试试看。不要啦，不要啦，你先玩先吧。好像有点简单。看起来很简单啊，因为怪物的动作好慢哦、喔。那些都是怪物吗？那些都是就是叫猎人。啊，都是跟你一样是猎人哦、喔。对。这边原本说有一只大只佬，不知道还在不在。好、哦，还在还在，哦、来来来，激战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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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刀万里杀！啊，干你狗腿头功哦！妈、啊，第四下胡烂了！哎呀，发射了！哎，还没，还没。好猛哦！一个回旋斩。
哎，干嘛？我要绕过去。啊啊！好，射了，谢谢大家。哎，我好猛。快！都是大麦克烂手机响了，还有我被吓到。你刚刚被朝着敌人死完。好，谢谢大家，被一个巨斧哥砍死了。我第一次看到你玩游戏然后死那么快的。真的，你要不要试试看？真的吗？打到大字可以再轮你吗？可以可以。哪一个是攻击键？这两颗是攻击，这个是重攻，这个是轻攻。重攻轻攻。这是回避。嗯哼。这是锁定，按下去头。嗯哼。这是移动，就这样。啊，所以左边用不到。左边这个是武器，这个在 loading， 不要理它。这些字不知道为什么 load 超久。目前最大的问题，他就是他读很久。嗯，这游戏很容易一直死，所以他读那么久，其实还蛮讨厌。画面太精美。登 PS 的。所以这个东西什么存档点？这个算是我们这边的头模塔机，白白鬼。那是我们的头模塔机。正方形跟三角形都是使用道具，不过你刚刚他为什么一直拉他的裤头？因为没有道具，他就是想要抓一个。那枪？枪是左边的后面那一颗啊，所以没有子弹问题吗？有啊，左上方有19，那就是你的子弹。了解。那好像哇，一个跳楼哎，你也是蛮厉害的哎。我不知道那边是，哦，好可怕哦！千刀万里杀。还有一个超级背部砍，嗯，其实它吸收了某种东西，那种是算是魂的东西。它怎么补血啊？我的妈！嗯，补血哦，你现在有没有血瓶？没办法补血。它好薄哦，被砍一下是不是？你的血超少。所以我等下可以把这少血少少的再给你。等一下，这些都是怪吗？没错啊。Oh my god！ 千刀万里杀啊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这是你刚刚经过的地方。我天啊 ！Please！ 怎么办？一定要打他们。千刀万里杀！你意外的砍的还不错啊，可是我左上方红色是你的血，蓝绿色是你的耐力，所以有点攻击跟回避都会消耗耐力。刚刚，哇，你一个四连斩，按圈可以捡到血瓶，哎，这就是补血，按三角形可以直接补血，补血，哎，按掉，没有字，没有东西哦，按叉，按三角形。哇，他拿东西堵自己，是不是？吸毒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你也要挑战镰刀王吗？镰刀王那边也不知道有什么。没有东西吗？血瓶。镰刀王太可怕了。缝合怪。主要是镰刀王那边的地图比较小，不好打。我靠，他们在干嘛？养鸡鸭来渡。我刚刚要打这些的、啊，有点多哎。你可以先一只一只引过来。啊？有人打你开枪，后面有人开枪，就这一只。啊呃啊啊！饿了。一边是缝合怪，一边是他们在那边聚会。一边是友情，一边是友情，是不是？一边是爱情，怎么办呢？慢慢摸啊！我现在在家里面是玩到这附近而已。打死那个大胖子，那边也没有路过去啊。嗯，这边就是一直往后推、啊，就一定要过那些聚会场所。其实有办法，就直接跑过去就算，不理他。跑过去很难吧？我超。他可以就是蜘蛛人这样子翻墙，像刺客教的这样咻咻咻吗？都不行哦、喔。可以冲过去贴他脸。叮咚，叮咚。是谁的叮咚？
亚南中部。然后，好，现在要重新开始。至少死掉血不会越来越少，嗯，也不会变丑，好不好？还是个人模人样，还是刚刚那边就是不会变成不死人。又来了，我那掉毛收身。一边是飞，一边是拿盾的飞，然后我跑下来吓吓你啊！哇，不知哎。是为你想啊，一样啦，没打、啊。给钱，给钱。大哥，大哥，他妈隔山打我，还有这样的、喔？好聪明哦、喔，天啊！没有回避。回避？你是剁两个？就是 double 剁。一个 double kill， 水银子弹。他拿盾还变他，他有拿盾你还变他，两下他就被变开了，好浪费哦。你猜啦，随便搞一下。像我们刚刚打死一只怪的时候，他不是有掉个类似汽油弹的东西，是不是可以直接对那些人扔吗？如果有装备的话，好像可以。对啊，那直接扔会比较快。就可以敲敲门 ，Hello。啊，你是外乡人吗？他说你是个废物，滚。滚！不要吵我。这个游戏的老惯例，看到东西就滚一滚，看它会不会破掉。要用身体去滚那些箱子。滚一滚，看它让它破掉，看有没有宝可以捡。滚滚就对了。哇，这个萤火会烧我啊！而且你损血了哎。对啊，很痛哎。好白痴哦。好难过啊。我要去捡血瓶。你打死大胖子就是这一只啊！起来，给戏！你取回血之回响，这就是这一代新的模式，我觉得这更干。哎，还有东西。如果被敌人打倒的话，你要打死那个敌人，都会取回你的东西。哦 ，Hello。他所以刚刚是我有东西被他捡走，就是他这就跟以前一样，你看右上方不是有数字跳？嗯，你打到敌人的时候就会变多，取得他的那个，就我们就归类在魂。嗯，那个就是你来购像是钱之类的东西，也算经验值，你可以用它来升级你角色的能力或购买一些武器之类的，对，或道具，像补血都可以从获得。干烧毁，烧毁！好痛，好痛，好痛！好痛！我他妈还不劈死你！不要他！不要他！不要他！我操！你那边砍一刀都死了！干你妈的！快点血拼！血拼！血拼！没有是血拼！快射了！快射了！快死了啦！以前这个游戏你死掉，你的魂会掉到地上，你会跑回来捡。可是这一次变成在敌人身上，你要他妈想办法砍死他。所以你不能够一直去洗那个同一只大的，这边还躲一个几百人。一个虎克船。Hello。哦，哎呀！劝你掉血瓶哦。Oh God, shit！ 然后再停一下，还没有爆。好，什么都没有，烂的要死，也没有补品，谁把补品喝光啦？啊！一定是廖哥。这边下午，然后突破这边，我都很累。一定要过去哦，是后面那个门吗？没有没有，是这边对面那边。对面。你要去对面那边上去，往后走。那上面也站着一只，你要不要先把那只干掉了？哇，那边还有楼梯。左边有一只哦。这边有一只啊。对啊。可是。不止哎，墙边也靠着一只哎。上面是因为下面会有发现。冲！好快，冲好快！不是，要积分。对啊，就是这里啊。哦，可是你要从这上去，对面那边会有一个箭人射你。我靠！靠呗。有点多哎，一二三四五。我是全部清光了，看到八只。对啊，清光比较安全吧。这边还有一只姥姥。来试试看所谓的背后刺杀，
说要用重级蓄力，根本就没差嘛，靠北啊！而且还没死哎、欸，他转超慢的，根本就不知道这边就可以下去，这边没有，这边被挡住。是有东西吗？一定要绕到对面，而且敌人很多，不能远远的开枪砰他们，对不对？这好像可以瞄准，这一代不知道怎么瞄，不能爆头。应该还是会给你办法，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觉得先回去把路上那些剑清光再去。人啊，出来，顺便给个血瓶啊，快受不了了。死。哦。来，三只。喂。千刀万里杀！哎，回避！好，给大家打这种杂鱼太简单了，干干净净。恐怖都是大只的，跟那种没看过。这边有一只狗，而且都不给血瓶哎，这游戏也太伤人了。哦，我决定，我现在身上有1134，我去补给了。是找刚刚那个一堆白色的那个，对，要跑回去那个猎人之梦，然后敌人就又全部复活，干 ，Hello， 干贱人，这能不能跳出去？干，不行，我要回到梦境。掉下来！哇 ，Hunter Stream 是真的读取超久，那继续读。Blood Boring， 这怎么念？赶快来查个 Google 翻译。Blood Boring。这只算快。我们要可爱的娃娃。咦？被遗弃的玩偶，可爱的娃娃，还有老头。This was once a woman. This face been. 这边我记得有东西可以买。哎，你血已经补满了。回到这边的时候，血就会变。嗯，这边买东西。Hello， 血瓶、汽油弹、180，这个是什么？可以向敌人投，向敌人丢在人家脸上吓吓他而已。类似石头的东西吗？亚南的装备，干先洗一套这个，然后再出去砍人，可能会安全一点嘞。妈的，一件才500，1500，便宜啦，2000就有了，没有2500就一套了，就可以当封面的主角了，一模一样。是吗？有没有？先洗一套这个好了，太恐怖了这个游戏。我们现在都血瓶了吗？我们现在1000多块了，先买衣服、啊，先买个衣服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在1134，干！你可以买石头。干！我要换衣服，穿上。防御力比较高好吗？有、哎、呢，高很多呢。我靠！哇，物防多了好多耶！ Yeah， 我变成封面主角了。然后再去砍，这样一直浓到你觉得自己可以往前进为止。啊？哦，干，换到病房啊、哦！没关系，从病房开始。是上一个地图吗？就是第一个玩家在这边一定会死掉一次的地方，就是玩家最开始复活的地方。哦。不管啦、啊，先洗一套这个再开始前进，吓死我了。再继续农，后面的东西扒你两下就死了，谁受得了？继续农兵赚钱。约瑟夫·卡姆斯。最开始的地方，这边还是他妈鸡巴狼，这边好暗哦。哎，鸡巴狼不见，这里都没有东西吗？好像没，因为这边太暗了，所以我没有仔细去搜。怪物会再生吗？会，通常都是会复活。我觉得之后玩家太无聊就会这样。真的，然后这边有个血瓶。哎，有。四个，
人活着要挑战，浪费时间。好，我们要先进，我们在这个时候先进广告5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